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倒霉的一天啊！车刚才去新家那边看装修的进度，没有想到那个车被刮花，自己不小心啦、parking 的时候刮花了。给你们看看，那车明天要拿去修了。看到啊？哎呦，撞到也是蛮严重一下，来，两个门呢。撞到那个垃圾桶啊，那个装修人家丢垃圾的垃圾桶啊，这 skirt 全部脱掉了 ，sport 里面是有撞花一点点，你们看，撞花了一点点。刚才去问的价钱啊，这样子坐回去要两三天时间呢、他们收1300块啊 ，markup 还有那个喷漆了，是贵是便宜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不是每次装这个车了。好了，倒霉的破财挡灾了，希望过了今天，明天会一切顺顺利利了，可能会发达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不拍了，明天去到车厂那边看那个老板怎样了。今天是隔天的早上啊，现在来到车厂这边啊，来到车厂这边弄啊，把车放在这边弄了。好，这辆车你看，在这个甲东镇江这边这间店啊，给这个老板弄了，他说要两天时间啊，大概啊，所以就这样了，希望弄到好了。好了，我先去找看有什么东西吃先。这边镇江啊，甲东镇江区啊，刚好朋友介绍来到这边。镇江也是很多东西吃了，早上去找一下看有什么吃。哇，这边的刀辣很多卖，不错，好不好吃？还是吃妈妈档好了。吃妈妈档，很久没有吃妈妈档了，吃落地煎奶。这个是今天吃的早餐啊，马来西亚印度飞饼，还有一杯奶茶。好了，吃早餐啊。吃饱了，现在要搭 Grab 回去了，下午要过去新家那边，也是要搭 Grab 过去新家那边。因为新家那边今天有人来装那个防盗门啊，所以要过去看看，顺便也更新一下我新家的状况，装修那个状况了。好了，现在在等 Grab 了， Grab 要来了，还有一分钟多，还是在镇江这边啊。要到了，还有一分钟左右了。现在在我新家这边啊，他们来装那个门呢、门到了，等下更新一下我的门啊。这个是他们带过来的防盗门，灰色，浅灰色。我是用这家公司了，师傅在坐这。铁门，防盗门，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做。现在要装上去了，这个门哇很重啊，
两个人、三个人才搬得上啊，一分钱一分货啊。放上去了。可以吗？现在给你们看看后面的门，后面的门装好了，但是看不到了，它包起来了，是一个这样啊。先叫那个 sexy 楼开一个洞给这个门放啊。后面就是普通的防盗门了，就这样。因为它包起来了，所以看不到那个 pattern 了。大致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后面人家装修很多都装修好了。好了，那个门装好了啦，现在更新一下我的家装修到怎么样？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更新一下。啊，这个门刚刚装好了，他们这边也开始敲大了，这边敲大了。就是之前有一个信箱什么，那个信箱垃圾桶我全部敲打了，这个门迟点会装了。现在看里面，这边还有很多材料啊。现在看里面，开掉那个门先，哇，很难啊。这边的墙封起来了，之前是没有一个墙的，看到那个印嘛，封起来。这边之后会做神台啊，这边没有什么改变到，只是拉好一些 CCTV 的那个线啊 ，alarm 的线啊，还有冷气喉那些拉好。这个下个星期会拉那个电了，所以再等等咯，司令那些要再等等。然后这个储藏室的那个门我也是敲掉了，之后这边会放一些 CCTV 的东西，扫把啊，储藏室了，小个储藏室。然后楼梯也是拆完了，楼梯的架之前有个铁架，全部拆完了。然后楼梯老玻璃老也是来做这个 U channel 了，这个我装那个玻璃之前要打一个 U channel。然后打了 U channel 过后，那个 sexy 楼要把这个 U channel 包起来，他们也是开始包了，但是包了一部分罢了，上面还有很多还没有包。后面这边之前有一副墙，这边有一副墙，这副墙也是给我敲掉了，这边做干式厨房了，到时候会铺高了，水喉再拉过，拉水喉。这个墙这个窗口之前很大了，看到吗？这样子很大了，现在也是给我改小了。然后这个房间没有动到什么东西，这个厕所也是没有动到，厕所也是没有动到。后面也是围起来了，后面这边之前是那种铁架啊，现在全部围起来了。这个防盗门也是刚刚装好，这个防盗门锁了。这个是我家外面后面啊，这个楼梯的砖我也是把它铺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二楼楼上没有动到什么了。然后楼梯拆完，那个铁网拆完了，这些旁边全部敲上来了，看吗？之后楼梯会包那个SBC 的板呢，所以这些边一定要拆耶。看楼梯这种包起来了，石屎楼放石屎给那个 U channel 包完了。现在走路要很小心啊，不要碰到。这个是二楼一样还没有碰弄到什么，都是一些 CCTV 啊 alarm 的人过来先做。然后二楼这边之前有一个洞了，
那个洞我们也是要封起来了。这个是二楼，这也是阿浪的线呢，看到吗？阿浪的线，这阿浪全部跑天花板了，就会封一个吸铃。这个一样，二楼的二房，冷气喉全部拉好位置了。这阿浪 CCTV 一样。房间没有做什么东西很多了，所以啊，这个是右前呢还没有包那个 sexy 的样子，是这样咯，就是做玻璃的时候，玻璃佬要先来打这个右前呢，打那个骨架下去，就会装那个玻璃楼梯咯，这些一样会铺那个 SBC 板。这个是三楼，这些一样，冷气喉、alarm、CCTV 那些。这个三楼也是一样，冷气喉，这条是 LAN cable 了。我有另外再拉一个那个 LAN cable 放电脑的，给那个线路比较稳定的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大致上是这样子了，大致上是更新一下了。以后要看回自己的装修的家，我也是可以看回了，一个记录这样子了。这样子看进度应该还需要两个月左右了，因为下个星期他们来装那个线，现在走路要很小心啊，因为。什么危险啊，很多那个木的东西啊，下个星期来装那个瓦压，然后多一个星期来装那个吸铃，装完吸铃那个做木的就可以来量那个家里的厨那些之类的啊，整个就是这样了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如果有在装修的朋友啊，给你们一个提醒，这种铁啊全部是可以卖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卖几百块的，所以不要拿去丢去那个垃圾桶，这种铁啊全部是可以卖钱的。好啦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，更新一下我的生活这样啦，去修车，后来这边看看屋子这样了。走了，现在去跟这个肥子去吃午餐了，很开心啊，又可以看到肥子了。Hello， 走了。啊，昨天就是撞车撞到这个盆了，所以要很小心撞到这边。哎呦，差一点是没有，我的车很大事。够力，走了，拜拜。